我们要上车了吗？我们走出巷子，然后找那个保姆车，还要找保姆车。保姆车？不是你走啊？保姆车？为什么只有我？而且为什么只有这些人呢？就这样就好了啊！坐保姆车。车上有我的其他人吧？同伴吗？如果车上有其他人，真的很瞎哎！叫嚣，马爆。嗨。耶！有人吗？哇，这台很高级耶！哇，坐坐坐。好高级哦。好高级哦！所以是因为我们缩减人员，所以可以升级车子吗？对，那以后他们都不要来好了。哎，奇怪哎，今天怎么会只有玉玺跟着我们啊？对啊，可是说见习还是什么？对，见习耶。透过这两天，你们可能对新建员工更了解。现在有个第一步，你们必须先选出一个人，那我们会开始进行一些可能厨艺精进的部分。我是有点想学一下做菜。那你进来啊。这方向是要去哪里啊？看得出来吗？现在是往成功交流道开啊，等一下右边上去就是北上，左边下去就是南下啊。如果回转回来，就是要开回去好看。哦，或是接楼去之后。所以等一下就知道。没有右转，本来右转去康哥家。康哥家，可恶！我觉得这就很像以前去车城一样啊，我们不就是晚上到？还是他们今天晚上帮我们订全台北最厉害的餐厅，其实就要带我们去吃，然后不可能，我们一定是去实习。那我没带正式服装哎，感觉就是吃完就说。你有带？我有，为什么你每次都有带？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用到正式服装的时候。都不 Q 呢哦。为什么要停车？是有订餐的，应该是会有人上车吧。不会只有我吧？这里是？该不会新进员工吧？哎呀，这里是那个啦。怎样？那个柳俊硕住附近啊。哦。哦。这个也想骗。玉玺，你传简讯给柳啊。好啊。说赶快下来。要赶快下来。行李箱。太奇怪了。这什么保密防谍的行程啊？没有要在柳俊硕哎，他喊哎，所以误会了吗？那你不要再发我下去，你直接退他群组。他回了一个喊哎，所以只是凑巧停在他家楼下。这什么意思？而且为什么要？还是被你发现了，所以他们就说哇，算了，不要再就不载他了。